大师摄影啊，哎呦，你可以开个部落格，好，来，名花倾国两相欢，对不对？对。好，名花名呢，这样下去卖 cake。这样对不对？卖 cake。这样好，好花，好名花啊。那你要知道笔顺哦，这一画先下去，然后这一画再画。名花倾国倾，这个倾比较难写，是因为它是左中右的结构，一二三有三个结构的部首在那里，所以呢不好写。然后国家的国，我们用两画，这个好像有，用两画把它封口起来，有没有？嗯。然后呢，一横下去，从这里绕过来。一点、两点、三点，从这里过来，按照这样就可以了。倾国，两相欢，两，我们就写窄一点，因为都很宽的，哦，两写成这样就好了，哦，两相欢，这样过来，哦，欢，哦，一二三，封起来，然后呢，欢两个竖先写，这样过来，点点，这样过来，哦，有没有？这样过来，一二三，这样过来，靠近一点，这样就可以了。哦，棉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好，我等一下呢，可能要稍节约一下，然后呢，常这样写对不对？常这样写啊，德从这里绕过来，可以这样写。常德君王，好，哦，这样过来对不对？这样过来，君，好，哦，然后呢，王可以写在这里，王，带我看，好，带怎么写？这样过来，一二三，有没有？好，哦，写成这个带，这样哈，哦，然后这里绕过来，好，哦，带笑看。这样过来，哦，看怎么写？看原则上可以这样写，这样绕过来，往上提。好，那我们蛮危险的是，等一下有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落款啊，所以呢，我可以适度的再考虑一下怎么写。好，解释春风无限恨，解释怎么写呢？解我们写草书。这样对不对？绕过来，好，解哦，是怎么写？到这里来，这样过来，好，然后你可以这样写啊，哦，往外再往内，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好，春风，这样哦，小绕过来，往上提，这样过来。有没有？好，无限恨。好，一二三四，这样对不对？无限写成这里。哎，好，恨写在这里。这样，绕过来就好了。好，那无限恨。然后呢，我们这里城乡亭北，城可以写在这里，一二三，然后从这里过来，往下，这样过来，有没有？好，多了一个字啊，很好安排啦，哈，城乡亭北，好，乡这样过来，这样往外，再往内，这样绕过来，这样往下按，城乡亭啊，然后过来，绕进来。过来，好，好，滑到中间来，北在这里，好，城乡亭，以栏杆，好，以这里写，有没有？因为它已经靠右了，所以我们把它拉左一点，有没有？然后一二往这边带，好，栏杆在哪里？栏杆，栏可以这样写哦。有没有？有没有？栏，
我还在怀疑说栏杆的杆要不要木字旁，因为现在很多都受那个大陆天理字影响，那个杆都没有木字旁。好，杆这样对不对？好，往右上斜，这个可以拉过来稍长，那不能太长，因为等一下落款要有位置啊。所以你这里就可以这样写啦、啊。要怎么写？李白，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落款不能超过这个字。哎，如果你说啊，李白清平调字太多，就一定超过。哦，那等一下写，你可以不可以写？就不要写年，不要写日期，就写名字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了，你就写不完了。哦啊。你的名字第一个字，尤其是那个姓，稍微粗一点，啊，那个名字把它连在一起，哦，可以，这样可以，啊，盖章就盖在这里，跟这里，好不好？李白清，哎，诗，李白诗，哎，他的清平调第三首，是、那这样子就看起来就比较热闹，为什么？因为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哈。那看起来比较热闹，而且也有干笔啊，哈，哎，这样看起来蛮好的。好 ，OK。八千股两千万，对不对？对。好，莲花，莲花这样下去，卖 Kitty， 这样对不对？哎哈，好花，好莲花啊。那你要知道笔顺哦，这画先下去，然后这画再拉啊。莲花千国千，这个千比较难写，是因为它是左中右的结构，一二三有三个结构的部首在那里，所以呢不好写。然后国家的国，我们用两画啊，这个好像用两画把它封口起来，有没有？然后呢一横下去，从这里绕过来，一点两点三点从这里过来，那就这样就可以了。千国两相欢两，我们就写窄一点，因为都很宽的哦，两写成这样就好了啊、哦。两相欢这样过来，好、哦、欢哦，一二三封起来，然后呢欢两个竖先写，这样过来，点点这样过来。哦，有没有？站过来，一二三，站过来，靠近一点，这样就可以了。好、哦，棉花千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好，我等一下呢，可能要稍节约一下。然后呢，常这样写，对不对？常这样写，哦，得从这里绕过来，可以这样写。常得君王，好、哦，站过来，对不对？站过来，君，好、哦，然后呢，王可以写在这里，王带笑看。好，带怎么写？站过来，一二三，有没有？好、哦，写成这个带，这样好、哦，从这里绕过来，好、哦，带笑看。看过来，好、哦、看怎么写？看原则上可以这样写，这样绕过来往上提。好，那我们蛮危险的是，等一下有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落款、啊、所以我可以适度的再考虑一下怎么写。好，解释春风无限恨，解释怎么写呢？解我们写草书，这样对不对？绕过来，好解哦，是怎么写到这里来？这样过来，好，那你可以这样写啊，往外再往内，这样过来，这样过来，解释好春风，这样哦，小绕过来往上提。站过来，有没有？好，无限恨。好，一二三四，对不对？无限写在这里，哎，好，恨写在这里，这样绕过来就好了。好，那无限恨，然后呢，我们这里城乡景点，城可以写在这里，一二三，然后从这里过来，往下站过来，有没有？好，我们已经多了一个字了，很好安排了哈。城乡景点，好，乡站过来，再往外，再往内，再绕过来，再往下按。沉香亭、哦、然后过来绕进来过来、哦、好我到中间来对在这里好沉香亭匾倚栏杆好倚这里写有没有因为它离靠右了所以我们把它拉走一点有没有然后一二往这边带好栏杆在哪里栏杆栏可以这样写哦有没有栏我还在怀疑说栏杆的杆要不要木字旁因为现在很多都受那个大陆天理字影响，那个杆都没有木字旁。好，杆这样对不对？好，往右上斜，这个可以拉过来稍长，那不能太长，因为等一下落款要有位置啊。所以你这里就可以这样写了，要怎么写？李白，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这个落款不能超过这个字。哎，如果你说啊李白千平调字太多就已经超过，哦，那等一下写，你可以不可以写？就不要写年，不要写日期，就写名字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了你就写不完了。哦啊，你的名字第一个字尤其是那个姓稍微粗一点啊，那个名字把它连在一起，哦可以。这样可以，啊，盖章就盖在这里，跟这里，好不好？盖章，哎，是李白诗，哎，他的清平调第三首，那这样子就看起来就比较热闹，为什么？因为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哈，那看起来比较热闹，而且有干笔啊哈，哎，这样看起来蛮好的。好 ，OK，、哦、看一下哈、哦，四行才对，哦，四行才对，
你们这些怎么都没有行的概念，哎，是四行对不对？对。好，来。再画，再然后再中线。因为你如果三行的话，会写得很长。老师要隔中线吗？好来，如果是中线，我们也可以折一个中线啊，你就不会跑掉了，不是吗？嗯。哎，来，过来哈，中线。好。好。看一下哈，折好了。哎，折好了啊，摸一下。摸一下，哪一边是正面？你告诉老师。你要两边都用大拇指，你不能一边用大拇指。哪边？哪边？哪边？难搞他了。你两边都要用大拇指啊。那边是正面的。啊，是啊。对啊，你都用大拇指啊，这个真的已经出了，下面比较粗。啊。你用大拇指，这个两边都要用大拇指。怪了，我还觉得这边才是光滑面啊。啊，这个是螺纹，就螺纹。对，螺纹。这边光滑面的。是二零。摸摸看。不是，这边这边。后面光滑面，这边这边，后面后面后面不是后面粗的，后面粗的是后面是比较粗，是哦。哎，不过有时候苏哥哥你要这样子，螺纹摸摸它，再摸摸它，你先摸摸它，摸摸它你就知道。你拿个铅笔做个记号。好了好了，没关系。螺纹差没有差很多，这个有差，这个有差，你看摸，这个前面是粗的，后面是比较滑。然后滑的部分是滑的部分是贴我的老天鹅，滑的部分是贴近铁板，贴铁板的，对，贴然后上面是刷子刷的，对，所以可能要粗了。好，看一下，来开始了，灯光稍微调暗一点，来这边，这边关这边上关，好来那边，你看我要写多大，还可以了。